张姨答应嫁给顾叔叔了。啊，真的？哎，不是，张姨本来不是挺排斥的吗？怎么突然间答应这么爽快？哎，你跟我说说。我跟张姨说，只有她能救我大哥，只要她嫁给顾叔叔，然后当家做主把老房子卖了，我大哥的医疗费就有了。刘宇，你大哥医疗费你不用操心。顾刚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但是我们家的事儿不能总是靠着你啊。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张姨心安理得的嫁给顾叔叔的理由。也是。哎，可是刘云，这么做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对张姨逼婚的感觉啊？就算是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跟杨宇谈谈。跟杨宇谈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杨宇接受张姨吧？怎么了？杨宇这人吧，特别固执，而且特别不讲理，你很难说服他的。我试试。哎，别泄气，股票嘛，不就这么回事儿，有涨有跌的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好。喂，是杨宇吗？啊，对，哪位啊？我是顾刚的同学刘云。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你今天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我想当面跟你谈一谈。好吧，那我在建国路的咖啡厅等你。好的。我得回家一趟。顾刚的青梅竹马约我。啊？他找你？嗯。那你回家干嘛？我总不能穿这身去见那个女人呀。走了啊。行。哎，有事帮我盯一下。好嘞，拜拜。我来吧，你甭管了。这件衣服你还留着呢？哎呦，明天咱们去买几件新衣服吧。啊，不用，花钱的地方挺多的，能省就省一点。你这个人呐，就是想不开。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对了，杨宇啊，我和你张姨要结婚了，这不，她把东西都搬来了。结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今天呢？顾刚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那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你们结婚谁同意的？怎么谁同意啊？我们自己同意就行了。爸结婚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你这是先斩后奏！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。请慢用。其实我也一直挺想见见你的，能把一对素不相识的老人撮合成夫妻，说心里话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其实不是撮合，是成全。今天找我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想跟你谈一谈两个老人结婚的事儿。既然都已经决定结婚了，还找我干什么？你是顾家的儿媳妇吧？两个老人结婚，那肯定是要得到子女的支持和祝福的，对吧？对于他们，我没有祝福。难道你没有想过顾刚的感受啊？不是有一句话，爱屋及乌。在这件事情上，
我未必要和他的看法一样。杨宇，我一直觉得吧，一个聪明的女人不需要跟男人较劲儿。比如张毅和顾树结婚这个事儿，不管你支持与否，顾刚是一定会支持他们结婚的，你拦也拦不住。你不支持他们结婚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大家会都不开心，你呢也会付出不开心的代价。难道大家都不开心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呀？接着说。当然了，你呢也可以说大不了就离婚呗，谁怕谁呀？谁离了谁活不了啊，那没准儿还活得更好呢。难道不是吗？顾刚是个多优秀的男人呐、啊、你就因为这两个老人要结婚，你就那么忍心跟他离婚啊？就算你能找到更好的男人，那你能保证那个男人没有妈妈？男人的妈妈就是你的婆婆，谁能保证这个男人的妈妈就能比张姨好？我发现你的口才很好啊。我的口才不好，我只是说事实。问你个问题行吗？你说。你跟顾刚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小的时候是同学，现在是朋友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再多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很欣赏你的丈夫顾刚，假如没有你，假如我单身，我肯定会爱上他的，而且还会为他付出一切。但是我有老公有孩子，你也有老公有孩子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我有件事儿跟你说。有什么事说？我同意咱爸跟张姨结婚，但是……但是有条件，对吧？没错，那100万你就不要再追究他的去向了，就当是我的私房钱。喂，顾刚，我是文雪。哎，咱们新店已经开始装修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一眼？哦，你跟我嫂子在一块呢。好好好，行，那你们忙吧。嗯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嫂子？跟顾刚在一块呢。干什么？有事儿呗。哎，这装修要花多少钱？我嫂子没跟你说呀？我现在是局外人一个，我现在干什么跟谁在一起我不知道，说这要装成啥样花多少钱我通通不知道。也是，你又不入股，你知道了也没用。那我她老公啊？那你也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公。你说我嫂子现在在哪儿，跟谁在一块做什么，你全都不知道，怪谁呀？只能怪你自己。行，你出息了。张姨，这个就是卖老房子的钱。40万。这就是你爸爸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换来的钱。哎，要我说呀，这房子是留给人住的，既然人不住了，用它来救命，就说明这房子还有价值。我想要是老刘还在的话，他也会拿这个房子去救刘姨的命。顾叔叔说的对，
我听你们的。这钱你拿着，这是救命钱。张一，这个钱应该是您收着。不，当初说好了的，你一定要把这钱留着。这，你哥哥的病就靠你了，你来负责。刘云，既然张姨这么信任你，她让你收着你就收着吧。对，刘云，还是你收着。哎，吃饭吧。文雪接走了，说是想的了，两个人要出去吃。刘云呐、啊嗯，你张姨和老顾也结婚了，这老房子也卖了，你大哥治病的钱也有了，你该做的事儿啊都忙完了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呀、啊，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补补身子吧，来。啊。这咱妈特意给你炖的鸡汤，谢谢妈，喝吧。哎呀，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妈，你有话就说。对呀，妈，这都是自己家人，有什么你就说呗。你看呢，你大哥现在这情况呢，说心里话，我们也不好受。这老房子卖了以后啊，你大哥这治病的钱你可不能全给你大嫂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你能保证你大哥醒过来啊？如果你大哥醒不过来，那你能保证你大嫂一辈子守在你大哥身边？不是，我妈的意思是说，这房子卖了那么大一笔钱也都交给你嫂子，万一他改嫁了呢？就是啊，你说刘云，要不是你大嫂满脑子都是钱，能有今天吗？妈跟你说，这钱呢，能救命，也能害人。啊，你看你说好啊，就十万啊。老房子卖了40万，但这次呢，先给你10万，啊，那剩下那些钱呢？大嫂，你放心，大哥的医疗费一定不会少你的。只要这卡上钱一花完了，我立刻就给你续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房子呢，是属于张姨的，卖的房子钱也应该是属于张姨的。你张姨愿意拿出这个钱来给大哥治病，那你说是什么意思？反正你不许骗我啊！这钱你们别偷的眯了。大嫂，你慢慢吃啊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这就不吃了啊？多浪费啊！喂，姐。哦，你来医院了？我就在医院呢。行，那我马上去啊。老房子卖了40万，可为什么只给你10万呢？其实说来说去，就是刘家的人在防着你，怕你带着那40万跑了。怕我跑了？要不为什么不把40万都给你呢？哎，燕儿。就算刘家的人愿意把40万都用在刘毅身上，可刘毅也不一定醒过来呀、啊。你说说，你还年轻，就那么熬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要不，你再等等看，要是刘毅还不见好转，那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了。你的下半辈子就捏在你自己的手里呀、啊。不是，哎呀，你说万一要有那么一天，
我们家小峰怎么办啊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小峰今年18了，考上大学之后，他肯定不在家里住了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以后有工作，那也不一定在这里啊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谁愿意守着父母过？这家里头就是你自己守着个活死人过日子，有什么意思？闯祸了！什么事儿？我把杨宇的香水瓶打碎了。我劝你，没事儿，再给他买瓶啊。我又要惹他生气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就说是我摔的。哎哎，你别动手，你没用手，我去拿扫把去，我拿扫把去啊。哦。哦，杨宇啊。爸。小雨，我刚才不小心把你香水给摔了。回来啦，我马上就收拾好啊。别扎着手了，张姨。爸，没事的，不就瓶香水吗？再买就行了。哎，张姨，别扎着手了。哎哎。张姨，文雪也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能不能帮我买一瓶这种牌子的香水啊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嗨，怪我，昨天收拾屋子不小心把杨宇的香水瓶给打碎了。哎呦，这点小事儿，让顾大哥帮你买一瓶不就得了吗？我闯的祸，我赔。没事儿，张姨，待会儿我去给你买一瓶，补上就成了。你什么时候去买呀？我待会儿就去。我买完了交给顾刚，哦，您放心啊。好。哎，说好了，钱我出。行，行，那你们忙你们的，我走了啊。哎。这什么牌子啊？到哪去买呀？哟，这牌子是国外买的吧？国内还买不到呢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找顾刚啊。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我都不好意思找他了。前段时间我大哥出事儿，他就忙前忙后的，又搭时间又搭钱，那怎么办啊？还得找顾刚。像你丈夫这样的情况，你应该学会如何护理，不能什么事情都靠护士。不是，我不会啊。不会会学呀。知道那瓶香水是在国外买的，下礼拜我有员工出国，到时候我请他们捎一瓶回来给你。这瓶是我送你的，你先留着用。这好像是你第一次送给我香水哈。杨宇，香水这事儿就这样吧。我就知道，只要你送给我礼物，就肯定有事求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就不喜欢你这样。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事儿，这香水到底是谁摔碎的。你要弄清楚什么？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。那只是你的想法。
我认为如果张毅承认那是他摔碎的，至少还可以证明他够诚实。杨宇，我说真的，香水这事儿到此为止了行不行？你这么一直闹下去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我没想怎么着，我就是想让他实话实说，要不然我心里不舒服。不就是一瓶香水吗？谁摔碎的并不重要，可你看咱爸那表情，就好像所有的错都是他犯的。他的意思我明白，不就是希望我别再找张姨的茬，怕我为难他吗？那是你觉得，我觉得咱爸他是用心良苦，拼了老命在维持这个家庭的团结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情都是他担着，那还不把那个老女人给惯坏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我现在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。很简单，让他说实话。好，咱们现在假设啊，那瓶香水就是张姨摔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我还没想好，但我们住在一块儿，至少是要坦诚相见吧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杨宇，我真的希望咱们能好好过下去，别让我失望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打车走吧。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我老公。大嫂，你对，我去他们家了，以后就由他来护理你大哥。他老公闯的祸，他不照顾谁照顾？这合适吗？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？行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其实我是自愿的，我男人闯了祸，我来弥补。那你的孩子呢？孩子在我妈家。刘凡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姐，你说。这个小慧，她愿意照顾咱大哥，但是我看着她爸挺可怜的，带着个孩子，丈夫又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我们给杨小慧一些经济上的帮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，楚庆的脾气不好。你挺为难的，姐呢，我就多拿一点儿，大嫂那儿就别让她知道了。姐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一人一半。我是当姐的，我当然要多拿一点儿。咱们这样，我拿600，你拿200。这不好吧？就这么定了。妈妈，快点，我饿了。知道了。杨姨啊，昨天我把你香水瓶子摔了，张姨今天做了这么多菜，主要是替我弥补过失，向你道歉。张姨把我香水摔碎了，做个饭道个歉也是应该的。香水是我摔的？爸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可得提醒您了，你以后别动不动的就到我卧室去。对，我吃饭。我去你卧室吃饭。对啊，你不是说香水是您摔的吗？那我那香水可是在我卧室的梳妆台上的。好，我把话挑明了吧，香水不是我摔的，香水是你张姨在你房间搞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的摔碎的。你看，这事怪我，是我不小心。张姨，没事的，那事情说清楚了就好了，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来，爸，吃饭吃饭啊！来，吃饭了，可凡。一瓶香水，谁摔的并不重要，干嘛撒谎呢？是谁摔的就是谁摔的呗。杨宇，我说你能别你得理不饶人吗？怎么了？
杨姨啊，我这卡上还有10000多块钱，买香水够了。爸，这香水已经买过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谷哥，哎，你说是谁添乱了？是张一不小心把香水摔了，我就怕引起矛盾，说是我摔的。这香水就那么要命吗？谁摔又怎么样呢？啊！而且张姨今天做了这么多菜，表示对你的歉意，干嘛就非抓着不放没完没了呢？杨姨，这件事情怪我，别怪你爸，他是好心。张姨，行了，现在已经搞清楚了，那香水呢是您摔的，爸，您呢是为了怕家里有矛盾，所以跳出来当掩护。杨宇其实他也没什么，只不过呢，就只想把事情弄清楚。那现在都弄清楚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没事了。对了，爸，下午我公司没事，要不我开车带您跟张姨，咱们出去散散心啊？你们去吧，我不去。爸，您别这样。爸，您别这样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们吃吧。杨宇，我说你别那么小题大做，你一定要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吧？你们还讲不讲理啊？把我香水摔碎了怎么着，我还不能说一说了？你把爸跟张姨弄得不开心就是你不对。他们开不开心那么在意，我开不开心你就无所谓了是吗？要不开心别在我家待着呀，别忘了我是这家的女主人。刘帆，既然杨小慧能护理大哥，那以后你就别去医院了。初秋，你不想去可以不去，我知道你忙，但是我必须得去。行，你想去可以，但是家里的活咱明确分工，地你拖，衣服你洗，饭你做。那你呢？我带孩子呀。咱家不是请了保姆吗？是请了保姆，但是保姆要在我上班之后照看孩子。那这样吧，我把家里活干完我再去，这样总行吧？你要是觉得你忙得过来，你就去呗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孩子尿了。小王，快点，孩子尿了。哎，来了。你就不能自己换一下？做饭去，快点，我饿了。你别忘了给我切水果。高大夫。哎。我想找你说一下我丈夫出院的事儿。出院啊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真的挺困难的，现在没什么钱了，所以要放弃治疗？不，绝不放弃治疗。您不说像我丈夫这种情况吧，重要的是护理，我就觉得在家在医院护理都一个样。你确定要出院？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这一家人呀绝对把他护理得好好的。你要是坚持出院，那也只能是先这样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希望。不，绝不放弃，不放弃，不放弃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走吧。说只要用心护理就有醒过来的希望。是吗？那你好好护理啊。哎，
走，我回家。跟你回家？那还是我的家吗？你们还当我是那个家里的人吗？杨宇，不过就是瓶香水，别那么咄咄逼人行吗？走。我怎么咄咄逼人了？是不是我变成哑巴了，你们就都高兴了？我告诉你，顾刚，今天要不是因为他是你爸，我早就没这么好的脾气了。竟然当着外人和孩子的面那么训我，我长这么大，我自己的爸妈都没说过我一句，他凭什么？你仔细想想，啊，要不是你那么小题大做，我爸能那么生气的说你吗？是你伤了我爸的心。我伤了他的心？那他们伤我的心，你就觉得无所谓了是吗？你们当我是谁呀？竟然为了那个张毅跟我发那么大的邪火！我告诉你，顾刚，我就没见过像你爸那么贱的男人。你刚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次。我说你爸很贱，怎么了？杨宇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有种，你要真嫌弃那个家，你就永远别回去。你这泼妇！你有种不准回去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不准回去！爸，张宇先生，你别管，今天别给他开门，我不让他进这个家。给他开门，开门！这一家子人，你，杨宇，张宇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别吵了好吧，都怪我行了吧？不怪你，怪谁呀？你给我走开，别在这装好人，整天装得可怜兮兮的，你累不累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不喜欢看见你，看见你我就讨厌。杨玉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离婚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好，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。好，明天我在民政局等你。你要是不去，你又不是男人。杨宇，杨，顾刚，你快去把他追回来。一个，一个。喂，张姨啊，什么离婚啊？张姨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明天我再问问。哦，好的，别急啊。谁离婚？顾刚说明天要离婚。那你是不是特高兴啊？高兴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这顾刚，你跟顾刚是老朋友，那顾刚脱离苦海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替他高兴？我高兴什么呀？我这发愁还愁不过来呢。这张姨觉得顾刚的离婚是因为他。那张姨也太天真了，顾刚怎么可能因为他的事离婚呢？顾刚离婚肯定是考虑了很久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我哪知道。跟杨宇离婚了，这让张宇怎么办？这事跟张宇没有关系。这话说的轻巧，可是张宇担心的不得了，觉得是他破坏了你们的婚姻。刘云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事跟张姨无关，还有你也别内疚。杨宇他就是在找茬，我跟他离婚是必然的。真的到了这个份上吗？其实这段时间下来，我跟杨宇的感情消磨了一点都没有，真的，我跟他离婚是迟早的事。离婚了，哎，老天爷真的是太眷顾我了，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没了呢，没想到还真给我留了一个。
你这什么思维啊？我还想劝顾刚复婚呢。哎呦，别劝别劝，我求你了，嫂子，你千万别劝行吗？顾刚最近家里特别多的事儿，他心情一直都不好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也理解，毕竟那么多年的夫妻感情了，这一离婚肯定会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才会有机会可以去安慰他呀。你担心什么？顾刚离婚这事儿，张一心里特别的愧疚。他内疚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如果张姨有一个那样的儿媳妇儿，你能放心吗？我发誓，如果要是我有一天成为了张姨的儿媳妇儿，我肯定会对她百依百顺，绝对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好媳妇儿。你不信？嫂子，如果你要是想让张姨有一个幸福的晚年，你就一定得支持我。先去店里吧。嫂子，走啦走啦！啊，好好好啊！这顾刚离婚了，你有什么感受？你有点无聊啊。我有时候觉得你呀，跟顾刚都属于同一类人，都属于那种特别高尚、特别善良。特别能够为长者而将自己的幸福于不顾的那种高境界的人。我在担心一件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如果有一天你大嫂要把你大哥撇下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哼，如果你大嫂有一天真的逃走了，这就麻烦了。刘晓峰谁来照顾？你大哥谁来管？杨小慧会在他们家照顾他一辈子吗？我看悬。护士，这个床上的病人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刘一家属把他接走了。接走了？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刚。这大嫂什么意思啊？去大哥家。走。大嫂。大嫂，大嫂开门啊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人家医院催着交费呢，我说没钱了。那你缺钱干嘛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哎呦，我哪敢用你的钱呀？老房子卖了40万，您呢？哎呦，只给了我10万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当你大嫂是傻子呢？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大嫂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就这么说话呢？我当初不都跟你说好了吗？这40万是人家张姨的。你只要是能够保证大哥的治疗，我是愿意把这钱全拿出来的。说的真好听，只要你全拿出来，你愿意？你只要保证大哥能在医院，我就保证不缺你的医疗费。真的，我不想跟你们再多解释了啊！你大哥呢？那是我老公，我现在自己做主把他从医院接回来了。我让小慧也住在我们家，就好好的护理他。人家大夫都说了，在家在医院护理都一个样。大嫂。就算医生这么说，你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吧。你们都那么忙，我敢给你们添麻烦吗？行了，我还有事呢，你们也走吧。哦，还有一个事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又找了一份工作。那大哥就躺在床上，你就不管了？这不是有小慧呢吗？啊，我得去工作去挣钱呀，要不然你们俩愿意养活我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说你大哥要是在床上躺个10年8年的，啊，我也得守着他10年8年呀。去。
给您的。你怎么买这么多好吃的呀？最爱吃的，甜的。这也是甜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发财了？比发财还高兴呢。啊？雪呀、啊，哎，听妈说，你是不是有对象了？还是我娘最了解我。跟妈说说，她干什么的啊？多大了？有房子没有？妈怎么那么俗啊？太庸俗了！怎么老提房子的？什么俗啊？啥时候带回来给妈看看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急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着急？你说，八字没一撇儿，您能买这么多东西？平时那么鸡贼？啊，谁鸡贼呀、啊？妈，你瞧他说话多难听啊！哎，快快快，跟我说说谁呀、啊？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。你说过不离不弃，额头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是我们一生的约定。唱不出那段默契，那段甜蜜一样的旋律，我像那落幕烟火，黑夜绽放。那